来啦，进来进来进来。我那时就是学会了炒土豆丝啊。没有，不是黄灯镇，我知道一个开了几十年的店，二十几年，下次我们去吃一下。二十几年，这里在说那天平的，我们张根镇上面也有开了一二十年的，那人家也是说米线的。黄灯米粉不是那个搞法，不是张港那个搞法，是什么搞法？它那里面有盘扇，那米粉那里。正宗的有盘扇，很小的盘扇，很好吃。大家相聚一场，不要老想你们老家吃的 ，OK？ 你们两个自己回去自己讨论了。嗯。那女孩子来是讨论这些吗？我讨论你们，别人也听不懂，也不感兴趣。听懂。两个人讨论的糊糊的，哎。聊家常。对呀、啊，不聊就喝酒。嗯。喝酒。来来来。对呀、啊，把气氛搞起来，搞那些有的没的干啥？错了错了，一不小心掉到吃的上。海棠用心品尝啊，吃完待会儿说一下哪个你感觉最好吃。我现在慢慢品尝，不说话。对，太好吃了。然后你先默默记住，万一你俩以后要是能谈上恋爱，去你家的时候记住哪个海棠喜欢吃多少，不喜欢吃少的。那越吃越香啊。嗯那你们张港的，你为啥不吃啊？好吃着呢啊！